纽约很有名的一个书店，然后它之前 COVID 的时候本来一度要关起来，还好没有关。星期天，然后天气现在大概是7度。纽约五大道，纽约五大道就是整个12月有3天的3个星期天会连续就是把那个道路封起来，让人在上面可以走。等一下想要去看一下。从30几街走过去，然后现在4点，等一下应该太阳就下山，希望到那边的时候可以看到圣诞树亮亮。美国的 Seven， 进去买个热狗吃。这只热狗3.26块，大概快100块台币，试试看喽。结果只买到了一只热狗，所以现在要去，这是以前常去的一家日超，然后看看可以买到什么吃的。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如果你们来，然后就是赶行程，或是觉得不想要坐下来，然后吃东西，然后付小费啊等等，就想要快快解决一餐的话，也可以找就是附近的日本超市，然后买一点东西，然后就可以很快解决一餐，东西也是很好吃。
感觉就是十二月就是还蛮开心的月份，但是我这个今年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很多事情还没做完，然后就有点紧张，就觉得啊今年要结束，然后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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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The snowflakes will be falling.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year. So hang up your stockings, put the tinsel on the tree, because Christmas is coming, my dear. It's the only time of year the reindeer fly.You can't see them on their sleigh ride across the sky. Gather all your family round, or go out and paint the town. It's the only time of year the whole wide world turns upside down. So baby, light a fire, and we'll toast the night away, because Christmas is coming our way.回去要擦鞋，一直被踩，一直被踩。再来走走，但是看到这么多人也觉得蛮开心的。COVID 之后，终于就是大家出来了。之前还有很多活动啊，但是我算是
真的是多到有点无法想象，太多了，谢谢。就觉得啊，好像回到疫情之前，全部人都跑出来了，游客也回来了。Is coming, the snowflakes will be falling.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year. So hang